盘点明星现场清唱差距有多大，先来听听天籁之音的钟声。任何情况下唱功都是一流。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梦田。扫帚在天上飞的陈学冬，演技一般，唱功也很一般呢。哈利波特可以骑着扫帚自由自在的飞，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。哆啦 A 梦可以随意主宰时光的倒退，我们的这今生今世或许没有轮回。据说还是学音乐的，袁娅维表演中音乐突然停止，从容面对。每一不小心在疯狂，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。现场清唱，实力就唱，但是超越妹妹的唱功可就没机会去浪费青春光明。满含热泪，可见使出了全力呀，咱还是好好演戏吧。小凯清唱现场也是信手拈来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王一博在清唱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是这样的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没给你，我一生有愧。感觉没有实力发挥啊，再来听听本人李荣浩的原版吧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没给你，我一生有愧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。